利剑一号遥二运载火箭在我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升空，采取一箭26星的方式，将搭载的试验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该批卫星主要用于技术验证试验和商业遥感信息服务。这次任务是利剑一号运载火箭第二次飞行。那么这26颗卫星上太空去干啥呢？据了解，利剑一号主要用于中小型卫星的发射。这次任务中发射的26颗卫星主要用于技术验证试验和商业遥感信息服务。其中一颗卫星上搭载了一个有意思的科学试验设备。这个设备的研制团队要到太空当中做生物 3D 打印试验。那什么是生物 3D 打印？它又能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呢？生物 3D 打印是以计算机三维模型为图纸，装配特制生物墨水，最终制造出人造器官和生物医学产品的新科技手段。太空生物 3D 打印需要在这一基础上考虑微重力、空间辐射等环境因素对于细胞、生物材料以及打印过程的影响，难度非常大。目前在国际范围内仍处于起步阶段。微重力的环境和这些射线的环境就是有可能给肿瘤细胞的行为带来一些影响，现在是什么样还不知道，有可能它对药物更敏感，有可能它的这个致病性更强，这些呢都给科学家带来了很大的这种期待。我们目前的这个肿瘤模型的这个三维打印的设备，它大概只有两个指晶核的大小，总的重量呢也只有6公斤，但是呢它能够做很复杂的功能。然后呢这些实验的数据呢在实验开展完成之后呢都会通过卫星能够传回地面，整个过程都是这个全自动完成的。对于商业航天市场而言，成本是必须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对于重量只有几公斤到几十公斤的小卫星，搭载发射就成为了节省成本的最优选择。此外，一箭多星还可以大幅度地提高研制效率、发射效率，满足高密度发射的任务需求。具备标准化的拼车模式也将会成为未来商业航天的主流。这次任务是利剑一号火箭的第二次飞行了，连续成功发射也标志着利剑一号运载火箭技术状态成熟和可靠性的不断提升。那要想把各种功能的卫星载荷送到天上去，作为交通工具的利剑一号又有哪些非凡的本领呢？火箭发射卫星的重量代表了火箭的运载能力，同时也决定了火箭的商业价值。此次发射的26颗卫星总重量约1.1吨。利剑一号作为一型4级固体运载火箭，在运载能力、入轨精度、设计可靠性、性价比等方面，已经迈入世界固体运载火箭领域先进行列。我们这个火箭呢，是迄今为止我们国家运载能力最大、起飞推力最大、起飞重量最大的一个固体火箭。我们整个火箭长是30米，然后直径是2米65。利剑一号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商业卫星产业的发展。据了解，研制团队目前在广州南沙建设了利剑一号脉动式生产线，未来有望实现年产30发火箭的能力。